1942年，一个动荡的时代。这个动荡的一年，同时诞生了对儿童非常重要的玩具品牌郭兰。就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，豪斯郭兰和他的妻子 Montserrat 凭着他们的信念成立了郭兰公司，为儿童玩具带来一个新的革命。1962年，郭兰首次在全球最大的玩具展德国纽伦堡参展，将世界性之旅打开了新的一页。新的一页带来新的动力。在1970年，郭兰决定集中研究对幼儿发展有帮助的教育和益智玩具。在1980年，郭兰更加将玩具带到学校，希望玩具透过学校和孩子的互动，从而提高产品开发的优势。1992年，郭兰成立50周年的同时，成为了西班牙市场上领先的木制玩具公司之一，并且出口到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。成就非凡的郭兰在1994年得到一间拥有 De Monkey NV 的荷兰控股公司 Toyland SA 的上市，并且进行了收购。为了冲进欧洲再创高峰，郭兰在2002年诚意邀请了 N 框的加入，为郭兰在中国打开了新的一页。 N 框由市场检测到成本控制，甚至建立人才仔仔的团队都尽善尽美，郭兰的销售业绩亦因为 N 框的管理而节节上升。因为 N 框的加入，令到郭兰成为了大规模的木制玩具品牌。而且在2007年，因为 Desset 加入了欧洲集团 Jumbo Desset，令郭兰的产品可以遍布欧洲，带领郭兰在中国的生产线上更上一层楼。就在2011年 ，N 框牵头将郭兰带入中国市场，伙拍国内木玩世家合作，将郭兰定为果乐品牌，在中国市场推出。今年是郭兰品牌的70周年。同时亦是郭兰第50年在德国纽伦堡参展。今日郭兰已经成为了世界木制玩具的传奇，我们将会秉承郭兰的使命，致力发展具有教育意义的益智木制玩具，为使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能够拥有益智的木制玩具，我们将会继续努力，好让传奇承传下去。